名贵的燕窝品牌高原青燕窝日前在华人工商大展，为所有民众带来养生燕窝。为了要优惠所有民众，凡购买燕窝，高原青燕窝会送出燕窝手工皂以及燕窝的炖锅。那在这里祝大家鼠年行大运啊，新年新希望，也希望你们有数不完的钞票。那我们高原青燕窝在2020年会有新的优惠，除了买燕窝送炖锅以外，我们还有新的肥皂礼盒，燕窝肥皂礼盒，所以大家吃在里面，用在外面，保证皮肤是倍儿棒的。燕窝本身是一个非常温和的东西，所以适合老年人还有小儿吃都没有问题。但是最重要的是，燕窝它有清肺，然后让大家皮肤变得更美的功效，所以它每天吃，它等于就是在保养你自己的身体。而我们高原青燕窝跟别人不一样的一点，就是我们有经过非常严谨的清理的一个过程，所以这个燕窝拿到你的手里，不用煮不用泡，也不用洗，可以直接就去煮，那90分钟用我们的炖锅就可以煮好了，那也不会破坏它里面的营养成分。所以如果大家要选择燕窝的话，请选择高原青燕窝。